便开始了。嗯，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呢。实验数据，快都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吧？换线，圣牌之雷，急如雷电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？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
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海蟆不是应急食品，不可以吃。前面的区域，一看就有好吃的。快过去看看。启程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另立天地宇宙，分封乐园伊甸，我即断罪之皇女。
我听见咪。命运的如灭，低声呼唤我这尊名。黄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就让黄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断罪之眼已预见了前方的险境。前面的去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吗？黄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是在遥远彼方的护从，不需担心冒险家协会的大家。哎，奥兹，出征。
这么看着我，我也没。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。
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吗？去抓住他们吧。从空气中传来，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。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安心呀。
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糟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去抓住他们吧！急如雷电，凭战力吧！圣财之雷，圣财之雷，影之压，渴求幽夜。急如雷电，八卦万物伤，开始行动。站立吧！一、二，可能会有点疼啊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好饿，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来。去抓住他们吧。实验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去抓住他们吧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糟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排名不是应急食品，不可以吃。很痛的。可能会有点疼啊。
哼，就当作是散步。交给克莱因长，抓住你了！牙上力吧！好，急如雷电！我在睡会儿。嘿，哼，耶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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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巨叶幻现。此即为封神之刻。Thank you.
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别这么心急嘛。别害怕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更令人安心呀。前面
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去抓住他们吧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睡不着了。前面的区域，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！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看来我们都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这就是你了。巨夜幻线，前方的险境，出征，启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影之鸦，渴求幽夜圣才之雷，急如雷电。
他们吧。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从这里到那里，前面的区域一看就很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把你做成标本。即为灯神之客。怎么办？
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糟了，不小心闪了。去抓住他们吧。好困，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巨夜幻现，圣牌之雷，耶！急如雷电，圣才之雷，影之压，渴求幽夜。耶！圣才之雷，急如雷电。从这里到那里。去抓住他们吧。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
救他们吧。快点快点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喂，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从这里到那里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海蒙不是应急食品，不可以吃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从这里到那里。别这么心急嘛。此即为封神之刻。这里吧，纸叶幻现。圣才之雷耶，急如雷电。这里吧，圣才之雷耶，圣才之雷。断罪之眼已遇见了前方的险境。
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另立天地宇宙，奔风乐园伊甸，我其断罪之皇女。出征。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启程，断罪之眼已遇见了前方的险境。出征，真累了，让我睡一会。影之压，渴求幽夜。圣才之雷。将我的剑化作雷光，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。已不断从空气中传来，开始行动。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
要稍作休息吗？别花太多时间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已经无法回头了。巨业幻现，要下会法吧，圣财之雷。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的手着了，断罪之眼，你遇见了前方的险境。前面的区域，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出征。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来。
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出发的时候吗？啊，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啊，别这么心急。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
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前面的区域，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数据快都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太滑了。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
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。我听见命运的如孽低声呼唤我之尊名。
实验，实验开始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去抓住他们吧。
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急如雷电！这里吧。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。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将我的剑化作雷光。要稍作休息吗？别花太多时间。走吧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海魔不是应急食品，不可以吃。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，开始行动。绝不放过一个敌人。走吧。
地狱，一看就很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前面的区域，我听见命运的如念低声呼唤我之尊名。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试会儿。断罪之眼，你遇见了前方的险境，启程。换线，圣才之雷，急如雷电。来被我吃掉吧！他一起来过这里，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。
就必须要去完成的。别害怕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急如雷电。稍作休息吗？我在睡会儿，别花太多时间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啊，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Thank you.
具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啊，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必须要去完成的事。这里吧，圣才之雷，此即为登神之刻。小心！救命！
求幽夜，圣才之雷。站立吧，耶！圣才之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